红一刚说清，我们提醒您咳嗽、打喷嚏，啊切，真不卫生。嗯，应该用手帕掩住口鼻，比较卫生。至少抬起胳膊，用袖子掩住口鼻，也很卫生。朋友见面打招呼，用拱手代替握手，好看也特别卫生。搭公车、坐捷运、看电影，甚至到剧场听我们说相声，出现类似流感症状，必须要戴上口罩，最好待在家里休息。有道德才是好国民。政府也提供新流感疫苗给民众施打，符合接种资格者请尽速洽询全国合约医疗院所。冯一刚、宋少卿以及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都很关心您。